昨天晚上，《华严经》这个一段，菩萨众的上首，总共列了20位，前面10位。是同名，每一位菩萨名号里面都有一个"菩"。这个十个同名菩萨众中，是以普贤为总，普德以下呢？这个9位是别，这是说总中有别，别中有总。那么后面10位还没讲到，一名啊，这个一名菩萨。跟前面10位同，同中有异，异中有同，表这个意思。这个才是法界的真相。其中将全部华严理论的依据、修学的原理原则，都在这20个名号当中。啊，今天晚上这个2小时啊，我要做这个同名菩萨，再做一个补充的报告。